可惜这边哦，在家人眼中对那个小辣椒零食真的影响不少。眼睛也表现良好，你这个真的不错。对对对。你感觉如何？其实我觉得还是就是他们今天还是蛮想让我们上上场的，然后真的很打击的，很打击的。但其实我觉得你还是很受限，然后加上我觉得后面有点乱了之后，我觉得真的很可惜。然后又觉得这次有点气，真的蛮厉害的。是啊，其实表现的不错哦。就是蓝队的叫吴尊，吴